这个胸针是你爸爸离婚结婚39年的时候送的。四百万，五百万，5000万。阿妈，你可冷静啦！老夫人，你来看个气不破？这是我做定情的胸针，你竟然安尼就搁等在涂骹？嗯，阿妈哦，低价都袂可以呀。非得我过来，我就讨厌，我就收你10块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你到底想要创啥啊？我已经把我放出去啊！我看你走把咱了，绝对是失明。王子跟四伟一定是会找到的。你欺负晴天鬼界啊！加上你之前所做的歹代志，我今日一定好好教训你。我一定，爸是不准你行偏去哦。你对别人善良，别人不一定对你善良啊。只有以暴制暴，人才会惊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娃娃利用单中心的偏见，就甲老人然后用我单中心，多滴无底深刻的感觉，袂当甲咱体会过，害过咱的，也应该体会才对。妈，我求你成全我，求你支持我好无？这是妹妹的心情，一定要配，这老人亲像在民国过去的。民国妹，民国妹啊！我顶多认为民国有罪。你想要变故如啥？想要去倒就去倒。我只是想要赶紧找到孟子跟四伟阿娘。找找了哦，以后天下太平了，对不？炸弹倒数计时器，时间结束了，咱最后要碰到最高哥。老实讲，这个胸针是恁爸爸离婚结婚39年的时候送的。竞标开始，200万、400万、500万、5000万。妈，你可冷静的啦！哎，这是我做定情的胸针，你竟然安尼就搁等在涂骹？啊，既然恁这么不甘，叫阮亲母拄车买假鞋，你搁买倒转去唔就好啊？伊的手骨无够粗啊，哪有可能叫你买假鞋买回去？我就收你10块，这个胸针嘛，敢若就是假的。